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大家也不要说你今天生日专场，你说这不像话不合适。没事，我善于人家批评我，是吗？对对，那我就说了，其实也不是批评啊，是您说跟批评没有关系，咱就是实话实说。就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弱智，简单而又明了这么一个词儿概括他。没有台上张牙舞爪是说相声挺好，其实啊，那是脑子里有东西，有脑人儿。我这里你倒是有脑人，但是上场之前呢，他打一针强心针，往那个打。我不打针上不了台是吗？上不了。你这人属于记恨我。你上个礼拜办专场的时候，我说你来着。这个人你看他眉毛是连在一块儿的，他心眼重是吧？我没事，我不爱他。你看看他心重，因为你没有眉毛。我不是眼的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，是咱只是实话实说，弱智。你让大家看也不，咱俩谁弱智？你看有点弱智。看我还稍好一点。他上场之前呢，就打一针强心针。你别老提这强心针行吗？往那个大腿根儿那儿打强心针，有我腿上打的吗？他就往那儿打。亏你媳妇还是护士，知道吧？他就往那儿打，他这俩腿呀、啊，都是针眼儿。我打的是强心针，是都是针眼儿。你一不小心，这腿就容易掉了。真的。就打穿了都。你说那话，从台上这三十来分钟，如果说这一段相声说三十一分钟，他就死这儿了。你说的过于严重了，就是弱智，脑子里都是水。真的，现在好多了，变成豆腐脑了，结合了是吗？你干嘛呀？行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我咱来。咱俩谁也别说话，行吗？三十一分钟以后，我看你什么样。能什么样啊？咱俩怪丢人，在这站着呗。那观众来听相声，你老说我有劲吗？你看我多得说过你，我一直说你好，说岳云鹏相声。你看到他这儿，你说我弱智，确实这人弱智。你呀、啊，你就是治好了说别人，我跟你说。你非要我揭你老底儿，我把你的病历给你拿出来，你让你瞧瞧呗。我用治吗？我用治吗？对，他地起就是，你知道为什么你那媳妇是护士，怕你老犯，你知道吧？时刻得跟着你，你知道吧？怕你不认叫。你是不是出门都得带一牌，上面写着家庭住址，我叫什么？我是岳云鹏，我德云社的，我是郭德纲，就救救我吧。咱俩谁都跟着的，我想少说两句，我累了。那你就闭嘴好吗？你老说我也得有反击的时候。我也不说什么了啊，说实话啊，我一生下来，我前胸就这俩，就俩这儿，这儿一个拳，这儿一个能。全能。拍技差不多得了，突然之后大家都走了，突然之后你是找一香蕉出来吗？我是一个全能的演员。其实脱了之后她是个女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一个弱，你还不服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是不服，我是真想瞧瞧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每次一到跟我说相声的时候，就是接着俩字全能？你不换一别的，全能你搁这边去吧。你没有劲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大伙儿不信。你少平，你上场之前，你是不是跟我说我想歇会儿，我少说两句？但是你说出来的话，你台下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不要再瞎说了啊！他
行了吧？你按词似的说呀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弱智，你还不服是不是？嗯，你是不是就等我这句啊？你不服？嗯，行，我考考你怎么样？太好了！哎，我想证明我的时候到了。我出道题考考他。哎，来，可劲儿考，你可劲儿来。你考死我，可劲儿来。你又不是串儿。对，我是腰子是吗？话你会说吗？那我刚才放屁呢。哟，你刚才放屁了？你没看后面瞧不见人了吗？咱俩不要太过分了啊。好的。时间紧迫，今天晚上还有这个那个唐伯虎呢，你看。你看看胳膊根儿那针眼就知道几点了。哎，我给你咬一个手表。我爸把那全能盖住了。咬一个怀表。你上来。没事，你不要害怕，这都是观众。我下去，我下去弄不死我。你浑身上下都是怀表了，腿表、胳膊表、胳膊表、掌握表，这都有了。哎呀，胳膊表。我出道题考考你们，好不好？都我都整不了了。脑筋急转弯，行，那脑筋急转弯开始了啊。好的，哎，请问，说，猜吧，傻了吧？我觉着这是我正常的生理反应。费，你说什么了？可以，请问说，还生理反应？你怎么地了你？看见怀表了没？我还没说呢啊！你说出来。请问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长颈鹿。对，不对，不对。俩长颈鹿，不对，长颈鹿在梯子上，没啊，猜不着吧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！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什么？猪、母狼、马蜂。高科技呀、啊！猪、母狼、马蜂。猪、母狼、马蜂，可惜把你搁在头一位了。谁呀？那什么玩意儿？三呀？啊？你这多有意思！太缺德了！猪、母狼、马蜂，您拆开了说，你要不拆开这就不合适了。再考考你，您得来点好，考你考的。要不你说一个吧？不是，咱俩谁逗哏？我给你说一个啊，你说一个，说，你说一个好点。四个人在屋子里打麻将，打麻将，警察来了，为什么带走五个人？带走五个人？对，哎，有一吃喜儿的，有一伺候牌局的，你这倒霉模样，有伺候牌局的没有？不对，警察跟着走了，不对，不是。那个有一孕妇，谁呀？不对，猜不着了，猜不着吧？告诉你啊，因为他们在屋子里打麻将，有一个人叫麻将。那要是四个人在屋里打扑克，也带走五个呗？那就没有麻将那么可乐了。对啊，玩台球呢。那有一个人叫牌九，不是您这真的不好，这多好啊！打麻将，这人姓支，多好，吃麻将啊！
我讲，您这样啊，绕的人，绕的人，您找一真正好的，来好点的啊，能把我显出倍儿聪明这种。行，行，哎，听着啊，来好的，松下，对了吗？这那个电器，松下为什么没有索尼好？因为索尼贵。不对，因为索尼那个是日本的。不对，那个你没了，看不着吧？你看看，松下为什么没有索尼好？为什么呢？广告语就能看得出来。怎么呢？看了索尼哥。怕了索尼哥，怕了索尼哥，那是怕那索尼哥。不是你这不会外语，猜不上来。你干脆吧，我给你出一个。你还有呢？那当然。行，考你一个常识问题。好，我这就更好了。左右手分得清吗？啊，行。你说说哪个是左手，哪个是右手？这是左手，这是右手。哪个是左手？这左手，这右手。哦，学会了。哎，这是左手右手、啊、两只手。嗯，这是左手，这是右手。对了，我问你啊，拉完屎用哪个手擦？别想，用右手。不，我们用纸。我也用纸。是你用的，你说。心相印的。心相什么的也不成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你猜好了吧？你绝对印度人，印度人就是这样。我给你猜好的吧，说好的吧，说，猪圈里的猪都跑出来了，打一个歌星的名字。歌星，对，谁要是知道，您可以举手。对，我知道，只要您举手，我就给您轰出去。那谁还敢猜呀？陈慧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刚生完孩子，就这挨着吗？哦，那不挨着。我跟你说，陈冠希，因为他刚复出，都不对。阿姆，不对。阿肯，不是，都不要瞎猜了，猜不着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猪圈里的猪都跑出来了，打一个歌星的谁？王力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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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你这还有口音呢。河北保定一带，知道吗？猪跑出来了，王力宏。哎呦，您这，这多好！你这还有吗？有啊，还有吗？猪圈里的猪又跑出来，打一歌星的名字，还王力宏？不对，谁？韩红。韩红。你吓疯了。我也来一个。说说，我也来。世界上的猪都死了，打一首歌的名字。至少还有你。你就不能让我一回吗？不行，凭什么呀？你太讨厌了。我给你猜好的啊。说，一只蜜蜂，两只小蜜蜂嘛。一只小蜜蜂，一只小蜜蜂，趴在挂历上，打一个成语。啊，你听到那个磁性的嗓音，打一个成语。你这个磁性的嗓音还用特意的模仿是吗？成语，平常都不是磁性的，平常雄性的。我想想，一个蜜蜂，粘到挂历上，打一个成语。嗯，顺风日历。
走一个不要紧，举手，我出去，我退你钱，行，我还行，我行，这都不算啊，这都不算，钱够了后抹了，啊，我给你猜好的，不是你刚才说那一大套什么王力宏，什么韩红，什么峰哥，你有好。有好的，我真的不相信。扣字儿拢印怎么样？灯火，哎，逮灯火。这前清的话谁懂？逮灯火。对了，猜灯谜，七个字扣一个字破个闷儿。对了，你行吗？你有吗？你别嗷嗷叫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有吗？有啊，有就做了吧。七个字扣。没法跟你这种演员合作了。七个字扣一个字，扣字拢印。对了，说半夜叫门问声谁，猜。老郑问，七个字扣一个字，扣字拢印。半夜叫门问谁？这个我琢磨琢磨。半夜叫门问声谁？半夜十二点了，外边敲门。我问谁呀？老三儿。小三儿，有那么闷的吗？谁呀？二八。我们家什么地儿？谁呀？我。谁呀？我。还是我。都不说我行吗？谁呀？掉地沟里了。不像人话。哎，猜着吧。这字儿啊，念我。哎，啊，猜着了，这字儿念我，不念我，念不念我，念我，这个太难了。我给你换一个别的，说德云社真是好啊。这七个字扣一个字，猜这个，猜不着，这就猜这个，因为这猜着了，就念我，不念我，念我，不念我，念我，不念不念就不念，就念我，就不念。你这是好抬杠，对不对？你有病吧？你有药啊？你吃多少？你有多少？有多少再吃多少？你有病？不是你太矫情。这么着，嗯，你也别说念我，嗯，我也别说不念我，咱俩下去。咱俩怎么老下去啊？怎么样？别不怎么样，跟这表演一下。打灯谜还在表演呢？下你矫情。怎么演？好比说这是我家，嗯，你半夜十二点来找我，嗯，你要说我就算输了，那我要不说我呢就赢了。这话您说的对了，咱们现在开始。对，现在这就是半夜十二点了，天黑了，您在家等着我。对，一定等着我。对，你要不来我让僵尸啃死你。等着我啊。对，行，咱们现在就演。对，现在我就在家，我就等着你。现在就是半夜十二点。对了，你在家等着我。对，我找你来。嗯，行。好，辛苦。早上好，我起床了。哟，门口站着呢，出去！有病啊！我半夜十二点不睡觉，门口搜着。找雷呢吗？这不是？找屁呀、啊！我有家。他是少爷。我怎么老是干那个的呢？有家，有家，这儿是我家。我看见你了，可是你哪有门呢？你得装，你这是你得撒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撒谎，你得会。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。那你能告诉我你那二百八怎么花出去的？我就是这么花的。这儿就好比有道门，哪儿有啊？就好比没有啊？我说好比，好比是什么意思呢？也不咱俩谁弱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仿佛这有道门，我看不见呢。这是门，这就是门。对，不行，这门不行，我能看得见。不是，我们家就在这儿。嗯，这就是我们家那门，这就是你们家门。对，你们家住地沟里了。我家还有这个呢。
人企业，我跟你说，你别闹，这就是我们家门。门环子呢？这个，这就是门环子。这就好比敲门了。行，咱们现在开始。开始，不废话，不废话。出去瞧瞧去，那怎么呢？你得叫我呀，还得叫你，当然了，太麻烦了。再来，嗯，烧饼，谁呀？出来瞧，没事我吧？出去瞧，我知道谁呀？让我 CO 二百八怎么办？那你就从了呗，那从了行吗？你得说我，说我输了，怕输别来，矫情，成呀，再来，来呀，谁呀？烧，我没喊呢。不会捧哏，烧饼谁呀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没说我吧？大半夜12点泡不着了，你几点了？你们家标准？标准也不像话。你们家北京时间？我们家住北京也不北京时间。我们家亦庄时间不一样。你家那边还有口音是吗？你得说我，说我输了，怕输别来，矫情，成呀，再来，来呀，烧饼谁呀？送水的。送水的破了，倒地呀、啊！大半夜12点跑我们家送水来，我们家水开，你们家标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用你给我，我不喝热水，你得说我，说我输了，怕输别来，真矫情，再来呀、啊！烧饼谁呀、啊？送花圈的，有12点送花圈的吗？他让我送的，谁呀、啊？谁？谁？是人吗？12点跑我们家送花圈，多丧！回来啦！他跑我们家等我去，你出来，像话吗？你得说我吗？说我要不认输呢？哪孙子？这话你说的？对了，谁呀、啊？我输了。